指挥中心开放六到十一岁儿童打莫德纳，但翻出各国政策比一比，英国让孩子打三分之一剂的 BNT， 连发明莫德纳的美国都不准孩子打莫德纳，也是打三分之一剂 BNT， 两剂之间英美规定要相隔两到三个月，但台湾却是打莫德纳，剂量还比打 BNT 高，甚至两剂间隔还只有28天。在儿童的剂量 ，BNT 是10微克，莫德纳是50微克，这差了5倍耶，20几%都在发烧 ，BNT 就没有那么多儿童发烧。政府开放让儿童打莫德纳大魔王，专家认为厂牌剂量跟间隔时间都不太恰当，拉长间隔，比方说拖到8周甚至12周，也许剂量不要打那么高。反正这个心肌炎这些东西是青少年的多，小孩子这方面目前好像还没有很多。如今孩子只能打莫德纳，引爆家长怒火，灌爆卫福部脸书，抢为什么要拿孩子当白老鼠？美国自己都不让幼童打，我们却打。更有人炮轰，我们的孩子要这样打苗，是铜筋铁骨的吗？那你干脆逼孩子用喝的好了。还是要一个同意书嘛，我们并不是强迫大家都要打，不舒服看起来在这个实验的计划里面看起来基本上都跟成人差不多。虽然 BNT 最有效，我只有莫德纳，怎么说，哎，大家去打 BNT 吧，啊，没有 BNT 那怎么办呢？难道自己打嘴巴？当各国孩童打 BNT， 为何我国政府又买不到？如今家长们大煎熬，难道孩子们真的得从新冠魔王或莫德纳大魔王当中挑一种？记者综合报道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，那一天使用个100至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